超级好，叶明好，策划好，好，现在8点了，好，我们开始，希望大家这两天有练那个腿的部分啊。我们先来练那个，先来练脊椎律动，啊，来，坐，好，慢慢坐，推，肩椎带。好，给看侧面啊。Thank you.
好，我们来做阴阳环。还是提醒一下哈，这个腿的起落。那么关于膝盖的部分，有一个比较保险的方式哈，就是说，当我们的膝盖弯曲的时候，任何时候，你走路的时候，你爬楼梯的时候，任何时候，你的膝盖弯曲的时候，让它的力量往后，把你的膝盖往后拉，它还是弯的，看，它还是弯的。一般我们的动作是弯曲的时候，这个膝盖的力量是往前的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弯曲的状态之下，把它往后拉。当你往后拉的时候，你的膝盖的力量就跑到后膝后去了。所以记得，无论你蹲的多低，你的膝盖多弯，无论你的膝盖多弯，蹲的多低，这个膝盖的力量往后拉，这个膝盖的力量，你多弯，这个膝盖的力量往后拉。所以就算你过了。我现在过脚尖，可是我的膝盖如果往后拉的话，我的膝盖往后拉，它还是会保护到膝盖的，会把你的力量，把你的力量传递到膝后去，所以记到这个，膝盖弯曲就往后拉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做的时候，蹲下去，弯曲往后拉，膝盖的力量不要往前去，往后拉，往后拉的时候，你这个腿的力量啊，从这边就上你的胯了，就上胯了，上胯了以后，你的力量够的话，它就上腰了啊，所以先记到这个啊，能够帮助你去体会这个膝盖的传导功能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